今天呢，我想谈一下这个咖啡渣子的问题。我喜欢喝咖啡，然后这个咖啡呢，那个你看多好，我喜欢自己买这个饼打烂了以后，然后去 brew 这个咖啡，然后喝起来味道鲜美。防弹咖啡。防弹，以前我们还有一个防弹咖啡的视频，你们可以看我们这个，所以我很喜欢喝咖啡。那么现在今天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做咖啡的时候，我都是用这个饼做的，那么以那个咖啡渣子我们怎么办？你看这里边有一些咖啡渣子，看到了吗？这里边我们有很多的咖啡渣，每一次做的话，我们都会有很多的每这一个，天都有这些咖啡渣子。这些咖啡渣。那我们怎么办呢？你看我这个地方，我有一个咖啡渣子的，有一个咖啡渣子的一个 container，我在这个地方，然后我用完了以后，我就把它怎么放在这里，存起来，存起来以后，那么我现在。存起来干什么？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就是这个我存起来以后呢，我来做我们的这个有机的肥料，有机的肥料。那么这个咖啡渣子呢，它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说它含有丰富的nitrogen，就是说氮肥，那么氮含量是非常高。它是比如说我们到那个 Home Depot 或者在一些商店里氮买的，肥是长叶子的，对对，我们在商店里买一些这个化肥，他们的那个标准是5:1，而这个它的 container 的这个标准就是3:1，5:1就是就氮是。磷钾的比例。氮磷钾5:1，它是3:1，所以说它的这个含的氮量就相当的高，所比以那这个还是一个高。很好的氮肥的这个很好的氮肥的组成部分。好，我们现在就把它教给大家怎么去做这个肥料。我们使用这个，你看，我们使用这个咖啡渣子，你看多好，黑黑的。那么有两种使用办法，一种因为它含有氮肥，所以说呢，这个一般的使用就是像西红柿啊，还有豆角，叶子大的需要氮肥的这些植物比较喜欢。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直接呢，我们第一种办法就是我们可以直接放在这个土上面。放在这旁边，我知道，除了增加氮肥，而且它的这个还可以防虫。对，咖你啡说的对，是咖啡渣子，你放在那对，里可以防特别止。是那个肉虫，那个肉虫呢，它这个在这上面，它一闻到这个味道，它就跑得远远的，对吧？很多虫子都是那样。那么一种办法就是说，我们直接撒在这个上面，放在这上面，弄在西红柿这底下。这个地方也可以，我们这样直接撒在这个，可以直接撒在这个周围，这是一种办法。那么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说，把它用土再埋一埋，埋到底下去。其实不埋可能也行啊。那么我告诉大家，实际上不埋更好，为什么？因为什么呢？因为太阳一晒以后，温度一加温以后，会加速它的分解，所以你浇水的时候，它会直接到根里边去，所以会加速它的分解因为过这个程。东西不找这样蛔的话，虫，所以不需要埋。对，埋就是怕它招蛔对，虫。包括咱以前也有朋友问，鸡蛋皮为什么放在上面而没有埋在土里边？看到咱们图像，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放在上面，太阳一晒，风一吹，这样会加速它的分解过程，这样更容易进入到土壤当中，加速过程。所以说，这个咖啡渣子放在上面以后呢，这样太阳一晒以后，它会加速这个分解过程，而产生氮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用水浇进去以后就就可以渗了，下去了。渗下去，渗到根里边去。那这是一种办法。那么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说，我们经常就是家里边有很多树叶子，周末呀、扫地呀，有很多树叶子，或者是有一剪掉的一些东西，我们把它全都 cut 成这样碎的东西，或者是这样不碎的。然后呢，我们可以再加一部分土，这样呢，
我们就做我们的沤粉、沤肥料。这些土好像是咱们用那个树叶沤的土吧？对对，看起来那个肥力很好。嗯、对，然后这树叶，那么我们这做这个，做这个就是把它掺在一起，然后装袋子里边，然后让他们。就是 做肥料，有机肥，我们也有个视频，这关于怎么做有机肥。对，注意到这边我们还有一个小的，这是什么？看草木灰，看到了吗？一会我们也加进去，这样的话我们这四样东西都放进去。那么我现在再加一样东西，咖啡渣子。咖啡渣子，为什么要加咖啡渣子呢？就是因为在我们这个肥料当中呢，它会因为这些植物之间呢，它这个比较含氮肥就是比较少，然后呢它在分解的过程当中，因为它中间都有空隙，然后它就不容易产生氮，让氮这些在里边生成。所以说呢，你要加一点那个咖啡渣子，这样的话就会使得这个加速这个分解的过程、哦、有加速分解的过程。那么这样的话就会让这个肥料更像红糖的作用啊。对对对对，有点像就像这个我们以前的视频当中讲，我们自己沤粪又用一些树叶子，用 green waste 的把它们沤肥料，沤肥料的时候加点糖，这样会让它加速这个分解的过程。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就加一点什么 coffee， 这样的话我们加一些 coffee 进去，然后这样籽儿也行，籽儿也可以，也可以，没关系。嗯，注意到这里边还有茶叶，看到了吗？还有茶叶袋，茶叶包也很好。茶叶包、咖啡包，咖啡包都可以，都留着，都加进去。加进去以后呢？都到里边呗。嗯，都到里边，我们就都到里边，全是咖啡渣子，看到吗？咖啡渣子，我们这样掺一掺的，掺一掺以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再什么？在上面再加一点草木灰，啊，草木灰再加进去，这样的话就基本上就是这个又氮肥又草木灰，主要是钾的含量，所以说那么这又钾，那么我们这几样放在一起，很快这个肥料就相当的好，相当的这个有营养，所以我们就把它这样掺了就 OK 了。袋子里了，掺了以后，然后我们把它再装在袋子里，看，你看我们这样掺了以后，这个肥料就会很好，很有营养，但沤出来的肥料就会非常的好。你看我们上一次沤出来的肥料。就是你看啊，我们上次沤出来肥料，然后我们就把它装袋子就 OK 了。这是妙用，咖啡，这咖啡是一个好东西，以后千万不要把它扔掉，喝剩的咖啡不要浪费了，不要浪费掉，直接倒到树底下菜底下都可以，直接倒菜，对，菜底下也可以，或者是你用那个你做自制有机肥的时候把它掺到里边也可以，都可以、对，这个非常好的营养。就这样我们装袋，装好袋以后，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个非常好的这个肥料就已经就是组成部分，你看就组成的非常好，有叶子，有叶子，有草木灰，还有这个土壤，还有这个coffee。 那么这个最主要的呢，它可以改变我们土壤的这个结构，所以说你看我们虽然住在这个海湾湾区这一带是粘土，但是我们地比较松软，就是因为我们长期的这样就是改变了它的这个表皮的土壤结构，就是这些东西都有助于改变这些土壤结构，特别是这个特别是这个 coffee 的这个渣子，那么它们可以让你这个土壤结构里边，那么产生更多的氮肥。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把这个土放在土里边以后，我们将来就是沤好以后放在土里边，
会放在土里边，然后掺和掺和以后，然后它就会吸引更多的这些，因为这个咖啡的这个味儿，这种味道和这个氮肥就会吸引更多的蚯蚓，还有别的维生素过来，所以这样的话就会加速这个分解的过程，那么这些蚯蚓啊，还有别的这些生物就会产生粪便和他们自己有尸体的自己的这种呕，所以就会产生更多的氮肥。所以说呢，这个咖啡呢，渣子是一个加速剂，是氮肥的加速剂，起到加速的作用，催化剂。植物都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说这个氮肥，所以说这个咖啡渣子是一个好东西，千万不能再扔了。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免费频道，请帮忙点赞和转发。